拍手开挖，这个位置在中横便道大约19.7到8K 左右的地方，这也是4月3号地震过后路基受损的这个区域。道路抢通之后，这一次又重复遇到了落石坍方，路基同样也受损。工段人员在今天早上开来怪手修复。另外这几张照片则是在今天上午面积比较大的坍方区域，位置地点在便道里头22.1K。古关公务段说，在今天古关因为持续的降雨，上午积聚冒雨清除土石，不过同时也必须闪避落石。受灾比较明显的22.1K 跟19.8K 的地方，同样都是在昨天清理完之后，今天上午又出现坍方落石。由于下午的降雨持续加大，目前公务段已经先下令机具撤离避灾，也将会再视天候状况来抢通道路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